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演唱会啊！一首《寂寞沙洲冷》送给直播间里观众朋友们。太久没有玩水友赛了，很多人已经忘了水友赛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主播啊，要是玩水友赛输了，会送签名照，那很多人就会在这里啊上蹿下跳。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先把预防针给大家打好。一会儿如果觉得主播没有手下留情，呵呵，我可是提前打好预防针的啊。主播对待游戏的态度是很认真的。Serious， 能不能听主播开演唱会？主播忙着打游戏，开什么演唱会呀？就盼着主播输是吧？跟你说，主播今天是 DJ， 主播今天只放歌不唱歌，因为主播要忙着打游戏。人的眼泪，你的爱。啊，我是 DJ， 我不唱歌，我要打游戏了。对不起。想听主播唱歌的人来错地方了啊！你来的不是时候，主播今天是 DJ， 只放歌不唱。怎么是 小队赛啊？可别拖主播的后腿哦，主播的队友们，家队友跑的都比我快。不错，只有这种水平才能配当主播的队友。主播很满意。哎，往哪儿走啊？第九名了，没关系，主播还能拿。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演唱会啊！一首《寂寞沙洲冷》送给直播间里观众朋友们。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伸过头也不肯回，仍然轻轻喊着不肯安歇，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这是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一首寂寞沙洲冷，希望你们喜欢。唱歌主播在这一局为直播间所有们助兴，高歌一首助兴之后呢，将会回归游戏主播的本质，所以歌是不可能再唱了啊。我从现在开始不希望在直播间看到有人说主播多唱几首歌吧，这种话我不想听。因为主播是来打游戏的，不是来唱歌的。主播对待游戏态度也是很严肃的，不可能分心，不可能分神，全身心的投入到每一把对局，是我对各位水友们最大的尊重。哎呀，主播的苦心被人看识破了，特意出局给大家唱歌，有些真相你就不要拆穿了。主播这点小心思竟然被你看出来了，真是怪不好意思的。又欢迎大家欢聚在94204，这里是 B 站蒲玉星的直播间，一首快乐崇拜带给今天晚上的朋友。你的情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跟我来。好，希望你们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的夜晚。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的7080今年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大家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要为你 roll。 主播赢了几局了，主播没开始玩呢，还主播在唱歌啊。主播忙于唱歌啊，在这个直播间有太多的观众朋友等待着主播唱歌了，所以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啊，主播先唱几首歌。今天是演唱会主题吗？今天是演唱会主题啊，很多人想听歌的嘛，所以我们临时把水友赛改成那个水友玩啊，主播唱歌的这种演唱会形式了。永远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 my way， if I'm ever gonna get back。Get back， 绝对无敌的传说能永远住在心中。要战斗 my way， yo picture。
有翻开尘封的相片，年纪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模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一心一心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啊！一个人在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直线，等待也是极限。爱太深，世界再见。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也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只会让人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 give it a chance. Now I'll take my hand, stop, we met the man i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ed dancing.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各位晚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这今天的直播和这个月的直播都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希望十二月一切顺利，拜拜。